监控操作，手动自动界面切换，然后这里参数设置，参数设置跟这里的参数设置是一样的，你打到手动，这里参数设置进入一个界面，然后这里的参数设置也是一模一样，同一个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啊，参数设置，然后爬坡感应延时，爬坡感应延时是这里还是这个有点远啊，那有点远，那有点远。